早年攝影自欺時期，年年都有新公司推出自家製嘅相機，各種機密都古靈精怪。不過十部有九部都變咗做垃圾，至今已經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港產 Mins Camera 佢哋獨家自製嘅即影即有相機，同埋高質素嘅翻新寶麗來 SX70，屹立市場超過十年，訂單依然源源不絕，究竟點做到嘅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Gary， 就是 Mint Camera 的负责人。哦，系 ，Hello，Hello， 系揾阿 Gary 呢度工作室，系啊，好嘅，好。不过真系好细地方。哦，唔紧要，系啊，系啊。本身平时就喺呢度做嘅，其实好多时间咧都系真系要落手周围去工厂嗰啲，咁喺电脑只不过系。即係記錄翻嘅。畢咗業之後，你係同你當時嘅女朋友一起去 start 個 business 嘅嘛？可以講多少少？咁當時就好多 SX70 喺市面上，第一次攞咗手，覺得真係好特別咯，成部機。咁一路咁樣去了解多啲，咁樣一路咁做上去咯。之前我都是個 engine 啦，係啊，都係個第一份工嚟噶。SX70 其實咧就是一部好係內最。經典的那部相機嚟嘅，你應該會見過佢係接得埋嘅。嗰啲零件咧係冇噶啦，因為佢都成五十歲噶啦嘛。開頭啊，就將幾部機，即可能三四部機就結合埋。咁啊，依部第一部機攞佢嘅心出嚟，第二部機攞個肺，第三部機攞個腎出嚟，咁咧咁啊就砌埋一部係健康嘅機咁樣。聽落去有啲似。iPhone 嗰啲翻新機啊，其實就係係啊係啊係個市場上咧，嗰個 SX71 越賣越少啊嘛。如果貨源嚟咗咁少咧，即係你可以仲喺邊度可以 source 到？咁會有啲特定嘅 buyer 喺分布於世界各地啦，即係有咁嘅量先至有啲 buyer 想同你去周圍去撲呢啲貨翻嚟咯。阿 West 嗰部機都係俾我哋嘅。呢個我哋鏡頭後面再傾呢個。即係你就改咗相機嗰 part 都介紹差唔多嘅，我想聽一下你嗰、那個，即係你自己去設計相機嗰 part， 同埋第一部係雙鏡嗰部啊，係、嘛？係係啊，我哋買 SX70 相，發現啲人成日影唔到相，特別室內，所以咧就整個閃光燈出嚟啦。咁發現啲閃光燈都做到，不如其實再複雜啲都可以去做咯，係啊，收嗰度有啲巧妙，係唔係乜都收嘅，係。其實很多機的 condition 都不是話十分之好，我哋咧就識得睇邊啲機係會好啲，成本係會增加，但係咧客人收到的貨咧係唔同啲嘅，係穩定啲同靚啲嘅。呢度咧有幅圖嘅，係啦，佢隨手又攞到一張紙出嚟，係啦，係啊，例如有一條可能係代表佢鏡頭，哦、第二條代表 shutter 嘅 pass 啊，冇錯、哦、，OK， 咁咧就係、是、你見如果咧佢條 bar 跌到落紅色咧，係。咁咧就係真係成部機死噶啦！山寨啲嘅做法咧就，我見佢全部有啲綠色，冇紅色啊，咁啊今日出貨算啦。但係咁樣咧個問題咧係佢個壽命會好短嘅，即係希望做到佢係咁樣，即係條條都好高。即係部相機咧就當佢大概有20個 critical parts 啦，係啦，嗱你就打0.99，係跟住咧就20次方喎。0.9嗰個意思咧，即係咧每一個零件咧。有1% 咧嘅機會會壞喎，諗住都 OK 啦，唔錯啦。但係咧，因為相機係咁多部分咧，你咧，你試下積埋佢之後咧，佢嘅答案咧係0.81喎，即係意思咧，大概係五部機裡面有一部係壞 ，which is 係唔可以接受到㗎嘛，係啊，要1000件先得2件係壞。咁如果你試下0.998嘅20次方咧，你就咧會發現咧個係啦，即係可行好多啦，即係100部得。都是4部壞 ，which is 都唔係完美嘅。要買一啲嘢係0.998嘅咁好嘅質素咧，你要係俾嘅成本係貴過0.99好多，多一個層次咯。所以點解做相機係咁貴咁辛苦？即係少初衷係覺得應該香港係做到呢啲嘢嘅。以前好多勁嘅廠，即係黃克勁啊、Hoga 啲嗰個年代都做到啲相機出嚟。咁我哋而家有乜理由做唔到咧？所以一開頭都係諗係全世界嘅，係啊，發揚光大咯。即係90%以上嘅都係外國嘅買家。係啊，係啊，同埋香港好多卧虎藏龍。
中意影相嘅人咧，反而我啲師傅都係啲中意影相嘅。咁我就學書卷學術派，咁佢哋就即係落手做嗰派。咁兩個結埋一齊，其實可以發揮到個結果出嚟咯，可以做到。譬如有一個師傅真係喺相機廠入面做過嘅，但係而家相機執散啦，依個咪一個好好延續佢個 career 嘅一個地方。系师傅，师傅你好。系、hey, ，hello。系 hello。话说我手上面有个有部坏坏地嘅 SX70， 我想睇俾你睇下有咩问题啊？呢部机嘅机主咧屈我啊，整烂咗呢部机啊。或者我哋入电试一试啊。哦。哦，原来唔喐添。嗱，佢呢度咧唔系好贴啦。嗱，咁我呢个价位可以微调下，等佢。容易開啲，咁同埋我哋開機咧，盡量唔好一抽到盡，就應該開到呢個位置，用隻手，咁就相應減低咗呢個力度。咁呢個亦都係壞機嘅其中一個原因咧。你試下。係啊，咁啊，師傅啊，好好啊，咁啊，幫我又整好咗呢部 SX70 個開關，咁而家我都好輕鬆去開到出嚟。就係、是、咁，好嘢好嘢，好快上手。我接受呢份讚賞。我入呢行之前係做產品設計啦，係即係做啲 sample， 同相機冇關係。嗰時見工係勞工處，知道我都係有啲手作嘢做過咧。咁啊請咗我入呢度，之前冇接觸過，完全即係由零開始做。咁啊老細教啦又。一步一步學，而家會多咗去拎，即係自己都會買一部去出去影相。誒係啊，間會啊，間中都會影。你哋係冇乜做 marketing 嘅喎，點樣會佢哋係會知道有你哋呢個 main camera 嘅存在？其實就應該做多啲 marketing 嘅，係啊，係我哋即係可以話懶啦，係啊，即係同埋可能太過專心做、哦、做好啲產品咯。咁可能 word of mouth 即係口耳相傳。但我見到你哋改裝完之後咧，你哋嗰個價錢大概係去到6-7千幾咁樣。係啊，7-8千蚊嘅都。你覺得係憑乜嘢係可以賣到貴多成倍咁樣？佢唔係一部機嚟喎，可能係兩部機或者三部機結合埋一部機，係所以其實係非常之落本重皮去做，同埋你知道啊，有5年保養一定係用到啊，係咁唔係個個都買嘅，但係。我覺得啲人係好願意去俾依個價錢，亦即係客人得到嘅，亦都係一個 good experience。我見呢幾年啦，就開始其實市面上都多咗，特別啲可能啲 Kickstarter 比起佢哋嗰啲有冇啲咩優勢？咁多即係 failed Kickstarter project 就因為嗰啲人以為自己整得部，跟住我得啦，我會整得，但係唔 work 㗎。你整架 Tesla 車，你唔係就整架車，你係成個 factory 咁樣去整架車，嗰個先係。個難度咯，背後咧你係要起一個 supply chain 出嚟，即係整一部相機，係啊，公司嘅目標，咁啊做到好似即係啲大廠啊 ，Sony、Canon、Nikon 啊、Leica， 如果做到咁好，咁當然係作為一個工程讀 L 嘅一個願望嚟嘅，係啊，起碼個工藝嗰個成熟程度去到咁。而家就冇曬啲廠啦嘛，都係即係沒落同埋夕陽，所以好多人都問點解會要中間做嘅，係啊，公司可以做到，係啊係啊，即係嚟緊呢一代啲師傅，即係從咩渠道去令佢可以成為即係呢一方面有技術嘅人，就唯有可以叫做。即係師徒制啊，希望唔好完全滅亡咯，係咪？係咪咁講？我唔知個字係就係好在係啊，唔完全消失啦，消失啦，係。我成日覺得即係做嘢佔咗生命好大部分啊，時間啊，咁如果做啲唔中意做嘅嘢就好嘥咯，係啊。即係其實你嘅目標係做到你理想型嘅相機，可唔可以咁講？你心目中嘅相機。系啊，而家我咁走到一半都未有嘅，即系100分我即系仲有好大段路嘅，系啊系啊。sorry，